四叔坐飞机唔要仔仔陪。四叔除咗搵钱，都好鍾意一家大细共聚天伦，俾啲孙仔孙女围住。每年农历新年仲会全家出动去游浮添。近年就会去下夏威夷，享受阳光与海滩。不过佢两个仔唔会同时同四叔坐同一班机噶，怕万一有啲咩事，佢个千亿王国就冇人理啦。不过两个仔都会轮流同四叔同机，冇话特别偏心边个。除咗自己一家去旅行，四叔仲会揞荷包请啲伙计去旅行添，仲要系日本、韩国呢啲热门地方。抱孙又有利是收，唔怪得都冇咩听到有伙计投诉佢刻薄啦。